各国团婚姻观团委会两三两间伫到了高中，四五门新高中办理一一课年青少年生命教育巡回宣导活动，邀请知名奋战综艺团来到学校演出，透过活泼的表演来学习如何用爱来化解障碍，建立珍惜生命、尊重他人的观念。舞台上的表演者，有的已经无手，有的是坐伫轮椅顶跳舞，表演出对生命的热情。就是很热情，然后也很积极的在表演，然后让大家看见自己是这么的努力在准备这个表演，也那么认真的在过着自己的人生，会觉得就是很感慨，而且会有点鼓励到我们这些比较正常的，然后拥有四肢的人。十年前呢，我们是用自己的那个方式呢去写信，请他们下来表演给孩子看。那时候让我感到掉眼泪。那么想知道十年之后，我们又有机会跟我们混合障碍的表演团呢又在一起，我还是一样会掉眼泪，因为毕竟呢会让我想起很多事。其实就鼓励学生能够在这种这么好的身体状况之下，更应该要努力，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九国团婚龄团委会连续两天在到达国中四五文新高中办理110年青少年生命教育巡回宣导活动，邀请知名混战综艺团来到学校来演出。那九国团跟我们混战综艺团已经合作13年以上，那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到校园来做生命宣导的这个活动，也曾经个别邀请团员到云林各个学校去演出，透过我们表演者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让同学知道说他们都可以用这种艺术来治疗自己的一个缺陷的一个地方，让同学了解生命可贵的地方，看到他们这样都可以了，那同学们更要努力向上。由混战综艺团团长刘明、演员李雪丁主持，带来团员精彩演出，包括独臂女王王淑乔以及林心如轮椅舞，四支拢十支的过位坐舞蹈表演，脑性麻痹患者听志贤、三指歌手蔡佩福的歌曲演出，以及听舞将单人桥默剧丁丁的演出，拢是希望学生学习用爱来化解障碍。那表演者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些各种一个身体障碍的一些好朋友来做一个表演。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国小小朋友、国中小朋友，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是正常的好手好脚。我们要表演一个节目就非常的困难，那对他们真的是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很辛苦，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然后经过不断的努力跟坚持去展现到生命不要去设限。每一位新疆艺术家身上都有使人感动的故事，期待表演让学生对生命有不同样的启发，建立珍惜生命、尊重他人的观念。记者陈贵祖参报道。